聚焦强国利刃，直击强军征程。大家好，欢迎收看融媒体周刊《利剑》。70年前，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这一战使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在硝烟战火中淬炼，人民兵工与人民军队始终并肩战斗，浴血前行，共同成长为今日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火炮素有战争之神的美誉，然而作为志愿军最早入朝参战的兵种之一，志愿军炮兵刚刚踏上朝鲜的土地，就感受到了现代化战争的残酷。1950年秋，在与美军的首次较量中，我军只有3个炮兵师，火力的射程和数量严重不足，防空力量几乎为零。我们一个师就几门炮，你看一个师100多辆坦克，有多少门火炮？所以这个军事上的悬殊太大。战争的强度和烈度不仅催促着我军炮兵的加速发展，对战火中走来的人民军工而言，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为了应对联合国军的装甲集群优势，中国军工部门以实物测绘图纸对美式火箭筒和无后坐力炮做了解析研究，在简陋条件下反复试验，终于在1951年上半年研制出90毫米火箭筒、57毫米无后坐力炮及火箭弹炮弹。1951年下半年，即向前线补充了90毫米火箭筒约5000具、2种火箭弹约20万发和1批无后坐力炮及炮弹，其中大部分无后坐力炮和炮弹均产自中国兵器装备集团长安望江的前身。1950年至1952年，这家兵工厂共生产2种无后坐力炮4623门、无后坐力炮弹106万发，全部送往了朝鲜战场。1951年秋天，志愿军第26军在武胜山下抗击美军，进攻中用无后坐力炮一举击毁美军坦克7辆，充分显示这种反装甲武器的巨大威力。70多年风云变幻，承载着抗美援朝厚重记忆的山洞工厂早已停止使用，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生产车间。先进的现代火炮已经逐步从普通机床加工变成各种数控机床参与制造的新模式，不仅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产品的打击精度、可靠性也更高了。
在这间厂房里，我还发现有一个特殊的存在，就是我身旁这台有着百年历史的车床。抗美援朝时期，它是兵工厂的主力设备，比如说武器无后坐力炮的炮管就是由它来加工的。如今它依然坚守在岗位上，为我们的国防事业打造王牌利器。50年开始爆发的时候啊，我们那些设备早在解放的时候被国民党破坏了，很多厂房设备都是炸了的，就没得仅有的那设备保留下来的，生产起来难度很大。我们解决的办法是宁愿每个人加班，不要设备休息，保证我们前线的战士少流血。所有的加班费他们全部捐献出来给前线买物资。随着国产火炮源源不断送往前线，大批改装的炮兵部队投入战场。到1952年9月，志愿军使用的主要武器装备包括山炮、野炮、榴弹炮等，与一年之前相比，数量均有明显增加，志愿军的作战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1952年12月6日，志愿军防空炮兵使用高射炮击落一架 F-84 战斗轰炸机，这是抗美援朝期间美军唯一坠落在中国境内的作战飞机。这一仗啊，敌机 F-84 战斗轰炸机打掉了一架飞机，它掉在中国，掉到通化，它滑翔1-200里地啊。抗美援朝开始啊，美国不承认侵略中国，这架飞机掉在中国，所以美国他才会承认，所以打掉这架飞机这个意义很大。驾驶员的名到现在我记得呢，叫拉尔卡麦隆。在志愿军空军部队尚未羽翼丰满之时，高炮部队是主要的防空作战力量。在粉碎敌人实施的空中绞杀战过程中，志愿军高炮部队利用高射炮共击落敌机260余架，击伤1070余架。这是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某连，这个连有着抗美援朝英雄连的光荣称号。1951年，在粉碎联合国军秋季攻势战斗中，这个连的前身志愿军199师师直高炮营3连创造性开展了高炮游击战法，在京城以南的教研山地带连续激战3天3夜后，这个连共击落敌机15架，击伤7架，圆满完成了对空作战任务。高炮游击战法成功展现了防空部队快速机动和快速打击能力，不仅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发挥出重要作用，至今仍在沿用和发展。现在空袭日益呈现出轻量化、无人化、蜂群式打击等新特点，所以我们在前辈创造的高炮游击战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探索，形成了快进战法。总结来讲就是5快：机动快、展开快、发现快、打击快、撤收快。这种战法更符合装备特点，更能适应现代防空作战的要求。靶机起飞，靶机起飞。伴随口令下达，无人机先后起飞，消失在无边夜色中。坚实可靠的通信网络让各种操作指令无缝衔接，有力提升了作战指挥效率。四通，38目标跟踪稳定，36一号大炮，14开炮前，12提火射击，苍点三，放。发射单元根据火控雷达提供的信息快速解算，对目标进行密集的火力打击。随着一发发炮弹呼啸而出，夜空中支起一张严密的防空火力网。高速飞行的靶机瞬间被击落。连队先烈们许多战场上的宝贵经验，是我们进行战法打法创新的不竭源泉。现在
虽然我们装备的武器更加先进，面对的战场更加复杂，但这些经验中蕴含的英勇顽强、灵活机动的思想却一直熠熠生辉，让我们在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创新打法、检验战法，基础更加坚实，成果更加丰富，打赢能力不断提升。在抗美援朝的战火淬炼中，中国军队一口气打出了多个炮兵师，建立了多所炮兵学校及全套完整的炮兵培训体系。志愿军炮兵也由多国杂牌向苏制装备为主，由罗马炮兵向摩托炮兵转变。中国军队从小米加步枪到炮兵成为地面火力骨干，这是机械化战争的必然走向。这一种巨变同样促进了中国军工制造的发展。中国兵器辽沈工业集团前身，作为当时全国仅有的几个大口径炮弹制造厂之一，研制了我国第一代炮兵火箭弹和反坦克火箭弹等21种武器产品，可以说其生产能力直接关系前方战事全局。美国当时他妈坦克多呀，飞机也多呀，怕轰炸，这个时候就把坦克，你的坦克我100米也可以打你，200米也可以打，300米也可以打你，生炮弹，120弹，就是在抗美援朝打出的，120弹的引信钻机上的打几厘米，几秒上的爆炸也不，都是靠自己的。当时的生产条件，炮弹生产全靠手工。尤其是给炮弹装填火药的环节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爆炸。即使这样，大量的军工人仍然夜以继日加紧生产，产品一下生产线就星夜兼程运往前线。搞火药装备车间哪有现在这么自动化的机械化，那都手关包着到那个药房里去弄下来，到底搬运，那那都最容易出事。这是一封1951年中央兵工总局东北兵工局向辽沈集团的前身沈阳52工厂发来的感谢信。信中感谢了多位当时为支援抗美援朝做出突出贡献的幕后功臣，名单中大部分是参与装备研制的科研人员，唯一一位普通的生产女工名叫白桂珍。我那15就会分配到选药车间，那不是比较清楚，就选药就是大簸箕，完了里边儿搞些东西，干豆腐呢是黄色的，挺碎的，那里边有杂质。啥事嘛，那有棉花了、线头了、铁屑了、木屑了，什么都有，不一定有什么，我们就挑。那时候没有色，就这个把它挑，挑完了合格的装到桶药箱里，拿到血压机那边去量压药去。当时为了提高生产量，工人们24小时轮班工作，不分昼夜加紧生产。晚饭都要半夜12点才能吃上。1950年，一个雷电交加的深夜，白桂珍正加班加点装填弹药，意外发生了。突然间，屋里就亮了，我说这怎么的了？那我就说爆炸了。但是我耳朵就聋了，听没听到声音。完了，我就把那药机那个药桶，我把那个我就抱起来了，我就往外面走。走几步远就是外边，那个药桶走那儿我就不行了，站着来回喊。我说你不要救我，赶紧救机器，救我。我说我没事儿，我也不啥也不疼也不痒的，以后就不知道了。由于抢救及时，白桂珍保住了生命，她的右眼却受到了永久性损伤。就在白桂珍受伤1年后，她的哥哥白忠义在解决火箭弹生产技术问题的过程中不幸牺牲。牺牲没有击退军工人，
反而更加强烈地激发出他们的报国情怀。70多年来，白桂珍一家人始终与国防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我的三代都在军工厂，这工作就得有人干呢，咱不能讲价钱。我没干啥，当给这么大荣誉，让孩子们去报答，替我去完成任务吧。如今，白桂珍的后人依旧坚守在他当年战斗过的岗位上，他们参与生产的新一代智能弹药，让我国主战装备如虎添翼，具备了更加强大的克敌制胜能力。战场的较量不仅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间展厅里，陈列着两面旗帜。一面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新兴里战斗模范连奖旗，一面是美军的北极熊团团旗。这两面旗帜共同见证了抗美援朝战场上那场发生在极寒条件下的强强对决，长津湖战役中的新兴里战斗。1950年，当志愿军到达长津湖时，迎接他们的是朝鲜50年一遇的寒冬，夜晚气温最低降至-40多摄氏度。冬天那个枪还有的还打不响呢，打不响你得打。他们现在就是石头化，石头化怎么办？他应该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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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我们的枪不是。啊，这么一下就一发子来，一个枪就一拉下来，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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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枪，哎呀，一支枪顶我们一个连。在这种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新兴里一役，志愿军创造了在整个朝鲜战争中唯一一次全歼团建制美军的战例。1950年12月。志愿军第27军80师239团4连被志愿军第27军授予新兴里战斗模范连称号。咱们志愿军在朝鲜打仗，我们为什么能胜利？有同志们的勇敢不怕死的精神，有人民的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志愿军所使用的是万国牌轻武器，仅枪炮就有110种样式，82种口径，产自21个国家。由于枪支品种多，不配套，枪炮与弹药脱节，有枪缺弹的现象十分严重。为此，多个军工厂的枪炮生产不断提速。长安望江的前身仿制生产了马克沁重机枪、捷克式轻机枪等武器装备。海测会试试生产了51式手枪。建设厂的前身则在抗美援朝期间生产了苏式信号枪3万多支。长江电工厂的前身在抗美援朝期间共生产7.92毫米和7.62毫米枪弹，总计2.5亿发。在邱少云烈士纪念馆中，收藏着一支枪身有数处明显焦黑灼痕的冲锋枪。它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曾伴随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英雄邱少云一起向敌人冲锋，在潜伏任务中又和英雄鲜活的生命一同为胜利而燃烧。这款50式冲锋枪是新中国武器生产史上唯一由毛主席命名的国产武器。在抗美援朝战场上，50式冲锋枪伴随志愿军英勇杀敌，立下了赫赫战功。位于黑龙江省北安市的清华军工遗址博物馆，前身是新中国最大的冲锋枪生产企业清华军工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1600多名工人响应号召来到这座边陲小城，短短2年间生产出35.8万支冲锋枪送往前线，
有力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在新中国军功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五零式冲锋枪重量大约3.63千克，整体枪长840毫米，全枪有87个零件组成，射程可以达到250米，战斗射速达到每分钟70到100发。因为射速快、火力猛的特点，五零式冲锋枪在实战中表现出了特别适合穿插、近战和夜战的优势。近距离猛烈的火力能够压得敌人抬不起头。1952年，志愿军某部官兵给侵华厂寄来了感谢信，信中这样提到：在一次战斗中，我们使用你们制造的冲锋枪，把敌人打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你们制造这样好的武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荣，也是我们的骄傲。对于军人来说，枪是第二生命，是最重要的武器装备。造一支好枪，是人民兵工对强军报国的庄严承诺。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式上，新式191系列枪组首度亮相。一同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的，还有出现在战旗方队中的新兴旅战斗模范连战旗。这支英雄连队经过多次转隶，如今整编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4连。听到了又一批新战士接过钢枪的消息，曾在该连队任职的邹基生激动不已。当年在战火纷飞的鸭绿江边，与他并肩战斗的志愿军战士也是同样的风华正茂，他们怀着保家卫国的热血信念，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七十多年过去了，冲锋号好像一切想在我的身边，年轻的战士们，你们都好，战斗准备了吗？报告老连长，我们的回答是：杀我贼，杀我贼，我爱贼，杀爷爷，杀爷爷，爷爷。我们连队的荣光是老一辈靠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拼出来的。70年前。刚少气多的前辈们用浴血奋战换来伟大胜利，现在我们装备升级换代，
结构更加优化，钢多气盛，骨头更硬，时刻以冲锋姿态练兵备战，敢叫一切来犯之敌碰得头破血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和平的胜利，更是人民的胜利。伟大胜利光照千秋，激励我们不断前行。伟大精神跨越时空，照耀着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胜利走向胜利。欢迎大家扫码关注央视军事和利剑央视频号，或通过央视军事微博、微信来和我们互动。好了，利剑，我们下期再见。